扣优惠码哦，之后在易游网 APP 登录账号就可以使用这个折扣码，优惠到12月底，还可以在12月底前预定2021年春季的旅游假期，非常优惠。而且他们今天很大手笔，请到超多重量级的人来的。没错，应该就是要热闹，要多人才会热闹一点的嘛。像首先。欢迎焦哥！哎，是的，大家好，我是不喜欢浇花、浇树、浇醉最喜欢浇头的电视主持人黄子佼啊！嗨，大家好！像吗？像吗？有的话给一点尖叫声，好不好？好，迷路，迷途造成迷路，不迷路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好，我跟你讲，还有，还有啊，对，还有这么累啊？宪哥，宪哥，哎呀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我是 Local King 吴宗宪，掌声！哎呀，看来这个好像比较像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那还有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主持的了，还有啊，歌王级，歌王级，吴青峰。一番芦苇照红皮，两包咸水鸡，三串炭烤玉米，四碗芒果雪花冰。掌声鼓励一下。非常满意。可是我们今天在讲易游网的优惠，为什么你要一直模仿呢？哦，因为呢，我一直唱歌，是我意外发现，其实在25年前，金曲歌王蔡小虎就已经唱过易游网的主题曲了。怎么说？大家应该都会唱。爱情有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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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情有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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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不是还听不懂我在唱什么？对，我刚刚是试图想要叫大家一起唱，但是我真的听不太懂。大家应该都清楚吧？爱情有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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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OK。日文的意有，就是易游网的优惠。对，你看在25年前易游网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，就有易游网的主题曲，厉不厉害？你也是蛮能掰的，这样都能连在一起，很厉害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优秀的新生代主持人，我特别请这个吴青峰帮我即兴改编了一首《旅轮说》。旅轮说，直接就是设计给我们易游网的主题曲的，你也要改编就对了，听一下，听一下。一次定放淡定，200元现金，三种优惠折抵，4个礼拜的假期。哇，好贵哦！可是明年有4个礼拜的假期吗？只要有心，天天都是假期，就是登录我们易游网 APP 就 OK 了啦。赶快把优惠再讲一次。好，这个优惠很简单。易游网推出的国旅1500元折扣码呢，在台湾订房单笔满2000折200高铁，假期单笔满4000折300，环岛之星单笔满10000折1000，大家赶快下载。好，我们这今年年底以前都要赶快下载，都可以用到明年3月哦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登录，谢谢，拜拜。